奶粉小娘子，亲亲小娘子，有点意思，有意思，有点意思，我喜欢。过瘾，过瘾！够劲儿，够劲儿，我喜欢。来，舒坦，哎呦，舒坦！算你狠，算你狠！哎呦，够了吧？阿妹她不急，你急什么呀？啊，是啊，来来来，您说酒喝酒啊？什么呀？来，您喝酒。你真善解人意呀！你呀，你该叫我大姐，我这么老了。哎，你再老总比我家黄脸婆漂亮多了。来来来，喝酒喝酒啊，喝酒啊，来来来，多喝点。我靠，来呀！哎呀哎！哎呀！我什么都不要了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我不要了，我够了，我够了。哎，安静安静，你们听老爷多高兴啊！哎呀，好好啊！哎呀，来呀，喝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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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救命啊！姑娘们，开打了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来呀，给你吃个大鸡吧！给我追追呀追呀追！哎哎哎哎！啊！我养你们这些饭桶干什么吃的？赶快给我追呀追！追追追追追！快追！好了好了，别哭了。这次啊，多亏了谭志和三角，要不是他们两个人，我看我们真是难保贞洁了。看来我们红船上还真少不了他们两个。莲妹说的是，我们要学点功夫，强身自保。对呀，学了功夫，咱们就可以防身了。对呀，我看那个谭志功夫就不错，干脆咱们就拜他为师吧。哎，好啊。哎呀，你们以为拜谭志为师就那么容易呀？哎，这你们可不知道了。这个谭志啊，是他的梦中官人。你们要想学武功啊，得先拜他这个干师娘。哎呀，对呀，这个我怎么就没想到啊？哎，姐妹们，那咱们以后得管白荷姐姐叫干师娘。对呀，干师娘。哎呀，好了，你们呀拿我寻开心。若说梦中官人，谁没有啊？啊，梦里还找个人管着我，你们还让不让我活了？哎，你们看啊，这可是他自己认下的哦。那何姐姐就是干师娘了。对呀，干师娘，就是啊，干师娘。好了，干师娘、干官人，随你们喊吧。哎，姐妹们，现在我们有了干师娘，就不用害怕谭志不教我们功夫了。你们说是不是啊？对呀，是是。那你们还等什么？还不赶快拜干师娘？干师娘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呀，真想跟谭志学武功呀，我去跟他说，他呀，不敢不教。还是干师娘厉害。哎哎哎，松手松手，坐下。我当武功老师，我干不了。你说你干不了，还不如说你不想干。
我从来没当过师傅，这么多姐妹我干不了。我哎，他不干我干。哎，好好，他干他干。就你那三脚猫功夫还要当人师傅？哎，姐姐你可不能以貌取人呢。你呀给我一边去。我们呀来，只要谭志就行了。我真干不了。哎，怎么着，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？怎么姐妹们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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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苍天在上，神明有灵，我们红船姐妹为了强身护体，特拜谭志为武功大师，请师父一定要接纳众姐妹。你们正想学武功，也用不着这样吧？我答应你们就是了。拜见师父。起来，起来，姐妹们快起来，快起来。从今以后我一定认真教你们武功，不过我们只以姐弟相称，不必行师徒大礼，要不然我不答应。这不合规矩。这有什么合不合规矩的？唱戏你们是我的师父，练武功我是你们的师父，大家扯平了吧。再说以后姐弟相称更方便嘛，是吧？啊，师父。哎呀，师父，师父太好了。好好好，好了好了。叫什么呀？叫我们防身的。还有谁都不拿我当回事儿。哎，好了。哎，你这官人啊还挺会说话啊。那当然，谢谢师父。何姐管教有方嘛，那还用说。我们好好练，就想教我们师父。哎，从明天开始你呀好好的教我们练功。哎，不过我怕你们吃不起这个苦啊。哎，我们从小就学戏，跑码头走江湖，什么苦没吃过啊？就是啊。姐妹们，明天开始我们就练功去。好，明天就练。明天就去。好，反打出去。哎，出去。哎，反打出去。嗨嗨嗨，好嗨嗨嗨嗨，哎，高一点。变马步。我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兄弟啊。怎么了？表面一套背后一套，你这不是两面三刀是什么？我说什么呢？哎，你嘴上说不想留在红船，可是却给人家做武功师傅，还教得那么卖力，是什么意思吗？哦，原来你是为这个呀。他们不让你做师傅那有什么办法啊？哎，如果你是我兄弟的话，你就应该成全我，为我创造条件，让我做武功师傅啊。这是两厢情愿的事，我怎么给你创造条件呢？你装病啊。装病？哇，亏你想得出。哎，这件事情呢听起来像是为我好，其实完完全全是为你好啊。嗯，哎，白河为什么要你做武功师傅啊？他就是想把你留在红船，你这样真心实意的教他们，只会越陷越深的。这那你说怎么办？如果你装病他们就没有办法了，如果他们在缠着你呢，你就说你的武功不如我好，然后再找一个机会在他们的面前让我把你打败，这样你就可以金蝉脱壳了，我呢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做红船的师傅啊。好吧，哎，我帮你创造条件，成不成得了师傅就看你自己了啊。对呀，啊，哎，这才是我的兄弟嘛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虚伪，恶心死了。